觉得就是频率蛮对的，跟他工作很愉快。去。那我们前期有蛮密集的做一些动作训练，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就培养了一些默契。谈恋爱哦。导演很喜欢我们两个盯着彼此看长一点时间，情不自禁转过去看你。跟孟博合作，我觉得就是频率蛮对的，跟他工作很愉快。那我们前期有蛮密集的做一些动作训练，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就培养了一些默契。谈恋爱哦。导演很喜欢我们两个盯着彼此看长一点时间，情不自禁转过去看你。谢谢子东。我看到你会笑场。稍微帮我上前，两个人稍微靠紧一点。我有点吓到，我想说，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男演员这么想亲另外一个男演员。伯杰是一个在荧幕上很有感染力的演员，我会不自觉的不想要输给他。那这个东西很有趣，就会呈现在角色上，就朱波跟子东的一种微妙的情感。眼睛突然水汪汪的看着。对啊，因为两个人有点爱的感觉。这是 BL 剧。BL 剧。我们本来就是个什么。